陀经，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大脑能够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自身。首要的以中庸之道，我们可以看我们人类呢最深层的就是这些皮垢皮丘，所以这些一定要数当人才能够将法界给打开。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让我们非常非常维系的在人的身中。所以我们仔细看哦，其实我们的大脑非常特别，你看这画着这个地方，你看就像一个人一样，你看这个身体，你仔细看，这是他头发，这个脸，眼睛这个地方，刚好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本神穴这个地方，刚好就是我们的松果体了。所以你看这个就像我们的臀部一样，这个酝酿的，你看这个脚下来。所以这个中脉里面非常特别，你只要回到我们的自身的话，你才有办法。所以这个脉络体系，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这就是我们的视交叉视交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特别的，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打开的话，这个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感官，代表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在我们的视上合，也就是呢这个地方你要打开呢，一定要多什么？多我们这个刚刚我们很重要的，没有错，在佛经里面，阿弥陀经，我们从量子佛法人体图书馆大藏经白净佛门课诵本当中特别提到的，你可以看啊，请翻到49页啊，这是一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说的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哦，要发什么愿呢？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上人聚会一处，不可以什么？舍利弗啊，这佛经说的，你看你的那个上士丘的视孔见，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人体，你看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也就是我们今日呢在主播的提到特别提到，对不对？刚刚是不是家里有提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尽性男尽性女，善男子善女人，尤其是你觉得你要真正的能够完全听得懂，你一定要积极付出。所以你看你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定要有一颗无私的奉献，你去奉献呢，尤其是我们来到佛寺啊，还是我们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你积极的去付出，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累积非常大的这些福的因缘。福在我们的大脑，你可以看哦，就是要像一个美女，你看她这个头发，这个图，其实你仔细看了，你看这是她的脸，她的嘴巴，她的鼻子，我常常画就是这个图，你看这身体有没有？这个臀部有吗？这个头发，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是我们整个一模可，所以很多你可以看为什么呢？他们呢？头部呢不小心跌倒撞到这边就出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本神穴，你看这个代表我们这个阴柔的面呢改为光明面，所以我们这光明就会像核桃一样，像大日如来啊，这个是小脑，在小脑里面。所以你看这像我们的手部，这像我们的前胸，好，从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就是第四脑室在这，好，那我们第三脑室在这边，这个就是要打开，这个就是通百会，由中脉上来通百会，要打开这个也不容易，对，所以一定要先从善德福缘，善德福德因缘要去福，要去福，对哦，而且你福众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看我们的大脑都完全打开哦，要打开哦，所以我们学会打开的时候，就是有没有积极付出，在付出的时候，你看这一朵它就会像莲花开出来。这是第三脑室，它这莲花呢会从我们的百会，这个百会这边会有重重无尽，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大脑皮质啊，所以你慢慢看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人体非常特别。所以为什么这里下视丘边缘系统这个是什么阴柔的，我们要提出。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叫做呢视交叉，这个很特别啊，这个假设我们男女呢这个淫乱不通的时候都会跑到这来，
在这里，你看下丝球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这脑下垂点下丝球在这个地方，就代表刚好你看这个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形状的当中，刚好是在挥洒，你看她这手这样子整个挥洒过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脑，所以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的脸啊、运动神经啊，全部都是。所以这个是我们摆这一面，假设这一面又摆来这边的话，这个人头就是向这边的。好，所以代表什么？我们的眼睛绿腕区在这边 ，wish 区，好，这些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回到圣洁、纯净、柔软。所以你看佛经它不可思议啊，它的奥秘之处呢，居然能够打开啊，能够打开。所以你看，我们也了解到脉络丛在脑室，在脑室当中，第三脑室啊，这是第四脑室。好，这是第四脑室，所以我们理解之后呢，你就会从这个身体里面当中，透过阿弥陀经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我们从白净生活管理科学也让真正的呢，在佛法里面我们真的理解的话，你会觉得阿弥陀经短短的1850个字里面，可是它充满的全部都是跟我们的智慧有相关，好，所以这阿弥陀经就在这一刻，所以我们真正的明白之后呢，将我们这个脉络啊，这个脉络丛呢，在我们这个脑室里面啊，是有软的脑膜，所以有些人呢，你不小心跌倒之后，这个硬膜出血啊，你就会感受到你自己身体的这个所谓的抗利尿激素这边，还有我们的催产素这边都会出问题，所以刚好就是在女孩子这个臀部这个地方，你看，啊，你现在这一面的时候是桥脑跟眼脑，转过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蓝斑就在这里了。啊，所以你会感觉上我们这个人体实在太殊胜了啊，所以唯独从我们自身积极的付出、无私的奉献，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硬膜当中的软膜啊，就是内跟外啊，透过外在的感官，透过外在当中所有的种种一切，原来就是要投射我们自身啊，所以它从反复的、不断的投射到我们的分支的这些血管。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血管加压术也都是在这里啊，所以很多呢，你看遇到有色情的色考了或者是自私的时候，他的心跳，而且最重要，你看他这个大脑这个地方他不清楚的时候呢，很任性，知道吗？其实他本身就是太过愚痴的才会任性在这个地方，他脑皮子没有办法开，没有办法开的时候，他这个视管膜这个地方上皮的共同构成的这个脉络，这个状这脉络状他就是没有办法活化，所以你就会看到他非常的全身，你看不舒服，啊，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要让他清楚的话，就是从脉络丛是产生脑脊髓液的主要结构了，啊，所以我们今日呢，也透过这个这么殊胜的法脉，就是回到生命的源头，积极付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其实我们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你可以看这个四十层楼啊，假设我们看这个上象限。下上线就在这个枕骨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你常常呢，你脖子呢这里承担力不够的话，你这边你看这气都流不下哦，所以阿弥陀经强调的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就是积极付出，那我们出淤泥而不染呢，莲花就像我们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里面呢，因跟果呢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老水翻炒，老水还潮是代表什么？我们的法，所以从人才能够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自身来。所以中脉就是学习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解行并重。好，我们更加清楚呢，都在生活里面。所以我们如何让生活呢管理到呢？从这个科学来印证，我们从这个意图、我们的意念啊来调理啊，透过我们重新雕塑，来将大脑。跟脑中还有小脑的生物结构呢重新架构，其实我们就从第一步走在正确的八正道了，啊，所以这些要透过明白，啊，明白，所以白净是呢白净法，白净是做记忆的唤醒，不管您过去伤害有多深，只要记得现在这一刻当中就是要让你们学习，啊，逻辑分析，啊，逻辑分析，所以我们一系列的透过阿弥陀经一一的来做一个解析分享，祈愿呢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我们自身，所以我们看到有生活体也在这里嘛，我们同声开口为人类自身
开展出来，我们同声开口，为此生命完全合一，内外达到圆满，扣中背后的万幸万离，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核心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色，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本身碎骨在所不行，法身遍满虚空，神般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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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感恩哦，有这个福德因缘，让我们才能够学习啊，学习佛法才能够入心。我们也更感恩内以外，透过我们的向世秋，我们的四孔间的四上合，重新依者上依者是一心，所以我们让整个内外合一，就如同世界的天体达到世界的大同，世界的和平。我们感恩，感恩人心都能够回光返照当下，遍及一切处，口中背后的万幸万灵，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神灯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了解到呢，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尤其是在法的布施，所有的财施、法施、无畏施，无畏施就是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就是积极奉献。但是法的布施非常殊胜，为什么要叫你们认真去付出？在听经闻法，您呢边学边分享，所以一定要有进跟出。我们的大脑的脑脊髓液，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的脑脊髓，都是要透过你的核心回来，就能够完全融入了。所以法就是要从自身里面，自身您所走过的边学，你没有说出来，你大脑是无法去开出的。所以你的硬脑膜，因为你太个性太硬了，所以到时候不小心滑倒，它就会在这个里面造成一个共振的脑浆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积极的说法，付出，一切都活在当下，这样子大脑平衡，你就可以了解到，原来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功德就是要有智慧呢。因为你不贪了，你不自私就绝对不贪，你不自私绝对不会生气，你不自私绝对不会愚痴的。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为此能量回向给法界的众生，我们每一个当下的法就是要让众生觉知觉醒，才会懂得积极奉献，更重要的呢，有一股清净的智慧了。我们也将所有的清净功德总放光，回到我们的生命源头，要大放光，回归西方佛法界、十方法界众生、白净江染长随众，以及未来佛、蒙佛加批，能够游戏规则结束死亡这一刻，能够蒙佛加批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我们活在人间，积极的法布施，积极的去奉献服务，
我们就能够开展清净的智慧。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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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今日的圆满法会，完全交托给阿弥陀佛。接下来我们将主播转交给圣愿阿弥陀佛。